活了30年才知道大酒店是这样保存玉米的，太实用了。爱吃玉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储存玉米的好方法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玉米。我们把玉米须剪掉一部分，但是不能全部剪完，这样可以保持玉米的新鲜，不会流失水分。我们在半壶清水中加入少量白糖，两瓶盖的白醋摇匀，把溶液喷洒在玉米上，用保鲜袋密封起来，然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层，这样保存玉米一年都不会坏哟，还特别的新鲜。